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传集百元经卷第九，稀土圣贤传集第1317部，无月之优婆塞之千亿，声闻品第九。海生商主元81，佛在舍卫国其树及孤都园，使彼城中有500古客，欲入大海采取珍宝，使彼商主选择足望，聘以为父，将共入海足满10月，产一男儿，因为利字，名曰海生，有大福德，令诸商客获大珍宝，安隐回还。贤共畅言：安隐海生年渐长大，重复劝勉，更入大海，获其珍宝，尽隐还来，直打黑风，吹其船舫，飘堕罗刹鬼国，回拨黑风，使诸商人个个跪拜诸天善神，无一感应，救彼厄难。终有优婆塞与商人言：有佛世尊常以大悲昼夜60观察众生，谁受苦厄者往度之，汝等贤当称彼佛名，或能来此救我等命。使诸商人各共同时称南无佛陀。尔时世尊遥见商客即遇厄难，即放光明照彼黑风，风寻消灭，皆得解脱，各作誓言：我等今者蒙佛威光，脱此诸难，今若平安达道，当为佛僧造立塔寺，请命佛僧安置其中，舍诸摇善，供给所需，皆是无乏，作事予以，贤皆然可。于是进饮，皆悉平安达到乡土，如先言要造立塔寺，请命佛僧舍诸摇善，供养器净，却作一面听佛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各获道迹，即于佛前求所出家。佛即告言：善来比丘，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变成沙门，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所见敬仰。使诸比丘见时是以前白佛言：不审世尊，今此商人500比丘塑造何业，遭止如是种种恶难，蒙佛威光得脱出难，又值世尊出家得道。佛告比丘：非但今日救彼厄难，过去世时我亦救彼脱诸厄难。使诸比丘崇拜佛言：不审世尊，过去世时其事云何，唯愿世尊敷衍解说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汝等谛听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中，波罗奈国有五通仙人住河岸边，时有500商人欲入大海，陆游河岸，见彼仙人，各共往彼问讯安吉，劝彼仙人令共入海。仙人答言：汝等自去，设有恐难，但称我名，当护汝等。尔时商人闻是予以，尽引入海，大获珍宝，待遇来归。道逢罗刹黑风诸难，尔时商人贤共一心
称仙人名，即往救护，脱逐厄难。佛告诸比丘，欲知尔时彼仙人者，则我身是。彼时五百商客者，今五百比丘是。我于彼时未断烦恼，尚能拔济彼诸厄难，况于今者得出三界，而当不能化度彼也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须曼花一随身产园八十二，佛在舍卫国，其树几孤独园，使彼城中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选择高门聘以为父，种种音乐以娱乐之，足满十月，产一男儿，端正殊妙，须曼花衣，与身俱生，照诸相师瞻向此儿，相师独以此儿生时有何瑞相？父母答言，有须曼花衣果身而生，因为立字名须曼那，体性贤柔，慈心孝顺，年渐长大，衣亦随大，父母爱念，便将小儿与阿那律另作沙弥，教使坐禅，未久之间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所见敬仰。时阿那律斥沙弥言，汝今可往拔提河边取净水来，寻往彼河，盛满瓶水至虚空中，随后飞来。时诸比丘见是沙弥，叹未曾有，白佛言，世尊，今此须曼那沙弥素之何福，生巨富家？须曼那一随身俱生，出家未久，获阿罗汉果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汝等谛听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，乃往过去九十一劫波罗奈国，有佛出世，号毗婆师，教化周气，千神涅槃。时有国王名梵摩达多，收其舍利，造四宝塔而供养之。时有童子见彼塔故，心生心要，即便出家，年至老貌，空无所获，身子客则，买须曼花，持履冠之，便赴塔上发愿而去。原是功德九十一劫，不堕地狱，畜生恶鬼，天上人中常有须曼花衣，与身俱生，受天快乐，乃至今者，遭值于我出家得道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保守比丘园八十三，佛在舍卫国，其树几孤独园，使彼城中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选择足望，聘以为父，坐娼妓月以娱乐之。其父怀任，足满十月，生一男儿，端正殊妙，世所稀有。其两手中有金钱出，取以还有，如是辗转，取不可尽。照诸相师瞻向此儿，相师独以此儿生时有何瑞相？父母答言，其两手中有金钱出，取以还生，因为立字名曰保守，年渐长大，秉性贤柔，慈心孝顺，好喜会师，有从其者，伸起两手，有好金钱，寻以施之，将诸亲友出城观看，见此游行，到其环中，见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光明普耀，如百千日，心怀喜悦，前礼佛足，合掌请佛及比丘僧慈哀怜悯，纳受我供。时彼阿难在佛左右，问小儿言，若欲设供，当须财宝。于是小儿闻阿难语，寻身两手，金钱与落，须臾积聚。
佛斥阿难，如可取此金钱宝物，迎礼摇扇，请佛及僧。阿难受教，迎礼饮食，供养气境，佛为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，归白父母，求所入道，父母爱念，不能违逆，将以佛所，求所出家。佛即告言：善来比丘，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变成沙门，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切脱，诸天世人所见敬仰。尔时阿难见是事已，前白佛言：今此保守比丘，素质何种？生于豪族大长者家，燃起两手，有此金钱，取以还生，执佛世尊，复获道果。尔时世尊告阿难言：汝今谛听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波罗奈国有佛出世，号曰迦舍，教化周气，千神涅槃，使彼国王名曰迦赤，收取舍利，造四宝塔。时有长者见其数称，心生随喜，持衣金钱安置称下，发愿而去，原是功德，不堕恶趣。天上人中常有金钱伸手而出，乃至金者遭之于我，故有金钱，取以还有出家得道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三藏比丘言：八十四，佛在舍卫国，其数己孤独园，时波斯匿王夫人怀孕足满十月，生一男儿，端正殊妙，世所稀有，身披袈裟，生以能语。问父母言：如来世尊，今者在否？大德迦舍，舍利弗，大目犍连，如是便问诸大弟子，悉为在否？父王答曰：今悉都在。唯愿大王为我设供，请佛及僧，寻斥为舍，请佛入宫见其太子。而问之曰：汝自意念迦舍佛时，是三藏比丘否？答言：实是。除此胞胎为安隐否？蒙佛以恩，得存性命，得过日夕。时王夫人见此太子，与佛世尊共相答问，喜不自胜，而白佛言：今此太子素质何福，生便能语，乃能与佛贤有答问。唯愿世尊敷衍解说。而时世尊即便未亡，而说偈言：塑造诸善业，百劫而不朽，善业因缘故，今获如是报。是时波斯匿王及其夫人闻佛世尊说此偈已，前白佛言：不审世尊过去世时其事云何，唯愿世尊敷衍解说。尔时世尊告大王曰：汝今谛听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波罗奈国有佛出世，号曰迦舍，将诸比丘游行教化到迦赤王国。十王太子名曰善生，见佛世尊深生信敬，归白大王求所入道，王不听许。我为一子，当继王位，养育民众，终不听汝出家入道。十王太子闻是予以筹翠蔽地，断谷不食，一日二日及至六日绝不饮食。使诸群臣启白王言：太子不食已经六日，恐命不全，愿王今者听使出家，故得相见。使彼大王闻臣予以，不能违逆，赤彼太子共作要事。如今若能读诵三藏经书通例，听汝出家，然后见我。使彼太子闻王赤意，心怀喜悦，寻即出家，勤加诵习三藏经书。
禁令通力还来见王。王问比丘，我前赤如要送三藏经书通力，然后见我，今为利否？比丘答曰：今悉通力。王大欢喜，给予比丘，我今库藏所有财物，随汝取用，终不吝惜。于是王子比丘闻王教义，大取财物，施舍种种，百味肴膳，请迦舍佛及二万比丘供养器已，一一比丘各施三衣六物，原是功德，不堕恶趣，天上人中常有袈裟裹身而生，乃至今者遭之于我，故有袈裟，出家得道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耶舍密多园八十五，佛在舍卫国其树及孤独园，十比城中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选择足妄，聘以为父，作娼妓乐以娱乐之。其父怀任，足满十月，生一男儿，端正书妙，世所稀有。当生之日，天降大雨，父母欢喜，召诸相师瞻向此儿，相师独以此儿福德，生则降雨，举国闻之，因为利字名耶舍密多，不淫如补，其牙齿间自然而有八功德水，用自充足。年渐长大，与诸亲友游行观看，到其环中，见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中好，光明普耀，如百千日，心怀欢喜，前礼佛足，求所出家。佛即听许，善来比丘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变成沙门，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使人所见敬仰。使诸比丘见是事宜，白佛言：至尊，今此耶舍比丘素执何福，生降甘雨，不淫如补，其牙齿间自然而有八功德水，以自充足。又执世尊出家得道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汝等善听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波罗奈国有佛出世，号曰迦舍。于彼法中有一长者，年纪老茂，出家入道，懈慢懒惰，不能精勤，又复重病，良医沾之，云当扶苏，病乃可差，寻用医教，取苏服之。于其夜中药发热渴，持走求水，水气皆空，复去全池，皆亦枯竭，至去河中，河亦枯竭，如是处处求水不得，身自悔责。于彼河岸脱衣细数，舍之还来，至其明旦，以状白狮。狮闻是语，即答之言：汝遭此苦，状似恶鬼，汝今可取我瓶中水，至僧中行，即受施教。取瓶行水，水尽何解，心怀忧怖，为其命中必堕恶鬼，寻一佛所，具尘上士，而白世尊：我遭此恶，甚为惶怖，恐堕恶鬼，唯愿世尊大慈怜悯，幸为见识。佛告比丘：如今当于众僧之中行好净水，可得脱此恶鬼之身。使彼比丘闻佛教已，心怀喜悦，即便僧中常行净水，经二万岁，即便命中在所生处，其牙齿间常有清净八功德水，自用充足，不淫如补，乃至今日遭之于我，出家得道。佛告诸比丘：欲知彼时老茂比丘今此耶舍密多时，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化生比丘园八十六，尔时世尊在刀立天上波离至多罗树下宝石殿上安居三月，为母摩耶说法气静，玉环来下至阎浮提，尔时释提环因知佛御下，持诸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吼罗伽鸠盘查等，为佛造作三道宝梯，佛从天下，宝梯两边有无量百千万亿诸天龙夜叉人非人等，见佛如来从天上下，莫不欢喜，可仰闻法。尔时世尊观诸大众善根已熟，即为说法，心开意解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，时彼会中忽然有一化生比丘告诸大众：汝等今者各受我请，摇善饮食，百种所需，我悉能与。作是予以时，诸大众各个自念：诸天宝器，百味饮食，皆悉获得充足饱满。尔时阿难见是事已，前白佛言：今此化生比丘素质何福？今者乃能使此大众充足饱满，不审世尊其事于何？尔时世尊告阿难言：汝今谛听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九十一劫，波罗奈国有佛出世，号毗婆师。于彼法中有诸比丘下坐三月，在于山林坐禅行道，起时处远，防费行道甚用疲劳。时彼众中有一比丘白众僧言：我为汝等却化坛月供给众僧，使无有乏，汝等但当一心行道，不足为虑。时诸比丘为是予以，各共用心行道三月，皆获道果。由是功德在所生处常有种种百味饮食，应念即得，乃至今者遭值于我，应念即至，供养大众，使无有乏。尔时阿难复白佛言：以何因缘今得化生？佛告阿难：此衔接中迦舍佛时，有一商主将诸商客设立他邦，贩卖求利，其父怀任于其中路，执产甚难，求死不得，使彼商主心生厌恶，舍之而去，出家入道，发大誓愿：持此出家善根功德，使我来世所生之处莫受胞胎，常得化生。是故今者得是报耳。佛告阿难：欲知彼时商主者，今化生比丘是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众宝庄严园八十七。佛在迦毗罗卫国尼居陀树下，时彼城中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无有子息。慈寺神奇，求所有子，精诚感应，足满十月，生一男儿，端正殊妙，世所稀有。家中自然有一泉水从地涌出，有诸珍宝充满其中，复有花树天衣上服，悬之树枝。时彼长者见其如是，喜不自胜，召诸相师瞻向此儿。相师独以问其父母：此儿生时有何瑞相？父母答言：此儿生时家中自然有一泉水从地涌出，有诸珍宝充满其中，即以树上有好天衣，
因为立字名众宝庄严，年渐长大，秉性贤柔，慈心孝顺，将诸亲友出城观看，见此游行到尼居陀树下，见佛世尊32相80种好，光明普耀，如百千日，心怀欢喜，前礼佛足，却坐一面，听佛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，归白父母，求所入道。父母爱念，不能违逆，将以佛所求所出家。佛即告言：善来比丘，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变成沙门。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3明6通，具8解脱，诸天世人所见敬仰。时诸比丘见是事已，前白佛言：今此众宝庄严比丘，塑造何福，生变有事，奇特之事，出家未久，复获道果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汝等谛听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奈国有佛出世，号迦留孙陀，化缘周期，千神涅槃。时彼国王名梵摩达多，收取舍利，造4宝塔，高1由旬，而供养之。时有长者稽持花束，悬珠珍宝，种种衣服，及以瓶水安置塔前，发愿供养，原是功德，无量世中不堕地狱、畜生、恶鬼。天上人中常有泉水，及以花束，随供俱生，乃至今者，遭止于我出家得道。佛告诸比丘：欲知彼时奉上花束供养塔者，今此众宝庄严比丘是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祭宾宁王园88。佛在舍卫国其树及孤独园，时彼南方有一国土，名曰金底，王名祭宾，与其夫人共相娱乐，足满10月，生一男儿，骨节肥壮，有大气力。当生之日，复有18000大臣子等，共比王子同日俱生，亦大气力。时彼王子年渐长大，齐王崩悖，少嗣王位，寻取18000诸臣子等，赐为大臣，共理国事。时祭宾宁王将诸群臣游猎涉戏，问诸臣言：今此世间颇有人能有大气力如我者否？时有商可在王从中闻王语矣。寻答王曰：彼中都想富有大王，名波斯匿，绝有大力，殊倍胜王，1000000倍。时祭宾宁王闻商可语矣，称会隆盛，寻及前使，告波斯匿王言：去后7日，将诸侍从，即便来至达吾国土，朝贵问讯，若不尔者，吾当王比诸汝王族，使令灭尽。使波斯匿王闻使者语，甚怀惶怖，无以为继，即以佛所白言世尊云：祭宾宁王斥我7日，将诸侍从令达彼国，朝拜问讯，若不尔者，当来诛我，不审世尊事情如何。尔时佛告波斯匿王：汝莫忧惧，但于彼使云：我是小王，更有大王，尽在其还，清今可往，传汝王命，使彼使者寻即往至到其还中，见佛世尊坐转轮圣王，令大木坚连坐点兵臣，将诸军众围绕其环，令其四边有7重嵌7宝珠树，行列相当，令其嵌中有珠莲花，若干种色，不可称计，光明赫异，照于城内。
王在殿上，尊严可畏，使彼使者独此王矣，情甚惊悚，自念我君无状招祸，然不得已，前奉王书，使此化王得彼书矣。踏着脚底，告使者言：吾为大王，临统四域，汝今至彼，道无教敕，信至之日，持奔来进。卧闻无声，便当起坐；坐闻无声，便当起立；立闻无声，便当摄录。刻期七日，将诸侍从朝拜见我，若为私制，罪在不情。使者还职，俱以上事向彼王说。时王闻已，身自旧责，寻集诸臣36000，严驾欲来朝拜大王，然有所疑，未及进饮，先遣一使。白大王言：臣等所领36000诸小王辈，唯当都去，将半来耶？使此化王报使者言：将半速来。使者还迟，白祭宾宁王。大王约斥，听留半柱，寻将18000诸小王等持奔速来，朝拜王矣。作是念言：今者大王形貌虽盛，力不如我。化王于时遥知彼意，敕典葬臣，取我先祖大弓弩来，授予彼王，王不能胜。化王还取，以指张弓，复还持语，语令千万，殊不动弦。化王还所，以指弹扣，声震3000大千世界，皆悉震动。赐复射箭，化为五波，其诸箭头各有莲花，一一花上复有化佛，放大光明，照于3000大千世界，五道众生莫不蒙赖，诸天人民有获道果，地狱中者汤冷火灭，恶鬼中者悉得饱满，畜生中者脱于重担，贪欲嗔恚愚痴烦恼欲思光者悉皆调伏，信敬佛法。时祭宾宁王见思变已，向于化王五体投地，心即调伏。尔时化王知调伏已，还复本形，四众围绕，即便未比18000诸小王等种种说法，心开意己，各获道迹，得虚陀黄果，即于佛前求所出家。佛即告言：善来比丘。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变成沙门，精勤修习，未久之间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所见敬仰。尔时阿难前白佛言：今此祭宾宁王等比丘素执何福，皆生豪族，有大气力，执佛世尊各获道果。尔时世尊告阿难言：汝今谛听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波罗奈国有佛出世，号毗婆师，将诸比丘到宝殿国，时王名曰盘头末地，闻佛来至，心怀喜悦，将诸群臣18000出城奉迎，前礼佛足，长跪请佛及比丘僧慈哀怜悯，受我3月4世供养，使比佛僧受王供矣。佛即为王种种说法，王大欢喜，各发愿言：持此供养善根功德，使我等辈在所生处与其大王同日俱生，发誓愿以各还所指，原是功德无量世中不堕恶道，天上人中共同日生，受天快乐，乃至今者遭旨于我出家得道。佛告阿难：欲知彼时盘头末地王者，今此祭宾宁比丘是，
彼时群臣者今一万八千比丘是，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拔提世王作比丘园八十九，佛在舍卫国其数几孤独园，尔时如来六年苦恒，始成正觉，满十二年，将千二百五十比丘方欲往诣迦毗罗卫国，每次念言：我今往彼，不与常同，彼土诸事骄慢情多，贤须个个陷于神变，可往彼土。即至千二百五十比丘，我于今者欲还本国，汝等个个陷于神变，令彼诸事归成信服。尔时世尊放大光明，与诸比丘乘须一比迦毗罗卫国。时净饭王闻佛来至，吃诸事等平治道路，除去不净，建立床幡，悬诸宝铃，香水洒地，散众妙花，作诸伎乐。奉迎世尊前礼佛足，请令入宫受王供养。时净饭王见佛一从，虽有神力，形貌丑陋，不是人情。我今当选拔提士等五百余人，容貌端正，一从世尊。作是予以寻斥选择，得五百人，将以佛所，使优波离剃除须发，眼目流泪，堕世王上。寻疾问言：汝今何故涕泣如是？优波离言：以王今者，诸世中尊不期一旦，毁行粗食，着粪扫衣，见王如是，眼目流泪。时拔提士闻是予以，心怀惆怅，由生骄慢，除须发净，半具衣钵，欲受具戒，入于僧中，次第坐立，到优波离前，住而不离。佛问世王：汝今何故独而不离优波离耶？拔提士言：彼见我贵，是以不离。佛言：我此法中无有贵见，犹如幻化，安危难保。拔提士言：彼是我奴，不忍为礼。佛复告曰：一切奴仆贫富贵贱恩爱分离，有何差别？时拔提士闻佛予以俯仰为礼，地大震动，天于空中叹未曾有。拔提士王为求道故，乃能为彼下贱之人屈躬跪拜，我慢之床将为崩倒。时拔提士受具戒净，却作一面听佛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阿罗汉果，直持应气耳行起时，意于踵间止宿树下，心意泰然，无复怖畏。而作是言：我于昔日在王宫时，目所见夫直持气杖，安置左右，故怀畏惧。我于今者出家入道，在此踵间无复怖畏，快不可言。尔时阿难闻拔提士作是予以，前白佛言：今此拔提士比丘素质何福，生于豪族，出家未久，获罗汉果。尔时世尊告阿难言：汝今谛听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奈国有辟支佛，直持应气而行起时，时有一人贫穷饥饿，涉路而行，唯有少饼，归欲自食，见辟支佛威仪祥绪而行起时，心怀欢喜，寻疾取饼施辟支佛，受其饼以永身虚空，现十八变，东涌西没，南涌北没，身出水火，如是种种，作十八变。使施饼人见是变以
甚怀信敬，发愿而去，原是功德无量世中不堕地狱恶鬼畜生，天上人中尊荣豪贵，长寿快乐，乃至今者遭止于我出家得道。佛告阿难，欲知彼时施秉仁者，今此拔提世王比丘是。佛说是缘时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佛度王子护国出家园九时，佛在居毗罗国兔罗树下作是念焉：我于今者当往度毗王子护国，使令出家。作是念已，将诸比丘至城门中，足蹈门捆六种震动，玉珠天花放大光明，照彼城内，盲者得视，聋者得听，哑者能言，闭者能行，使彼王子睹思光矣，叹未曾有。寻诣佛所，见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光明普耀如百千日，威仪祥绪甚可爱乐，心怀欢喜，前礼佛足，却住一面。佛即为其说四地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，归白父王，叹佛功德。若在家者，应作转轮圣王，点四天下，七宝随从，游行自在，尚能舍离出家入道，况我今者而不随从求佛出家。作是念已，前白王言：唯愿大王慈哀怜悯，听我出家，随从世尊。时须提王闻太子语，遮耳不听，心怀懊恼，断骨不食一日二日乃至六日。使诸群臣见其太子不食六日，跪拜王言：太子今者断骨不食已经六日，恐命不全，愿王今者听时出家，故得相见。时须提王闻诸臣语听时入道，寻诣佛所，求所出家。佛即告言：善来比丘，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变成沙门，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所见敬仰。使诸比丘见是事已，前白佛言：今此王子护国比丘，素质和福，生于王家，出家未久，便获道果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汝等谛听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奈国王名毗提兴起兵甲，与邻国王交阵共战。时邻国王为彼所败，将诸兵众逃避退去，到旷野中，值天暑热，无有水草，饥渴欲死，寻及王彼辟支佛所，便示王水草，可乏得解，导引其道，还达本国，喜不自胜，而作是言：我等今者托此饥渴苦恼之患，皆由蒙彼辟支佛得，今当设供请辟支佛。作是予以赤舍摇扇种种饮食，请辟支佛入宫供养，受其供以寻波涅盘。时王须提及诸群臣后妃才女嚎啕涕哭，悲感懊恼，收取舍利，造四宝塔而供养之，原是功德无量世中不堕地狱畜生恶鬼，天上人中尊荣豪贵，受天快乐，乃至今者遭止于我出家得道。佛告诸比丘：欲知彼时须提王者供养辟支佛故，今得知我出家得道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
欢喜奉行，传集百元经卷第九。